完全就是 cosplay 啦，非常的令人恐怖，不是，也非常的感动。哇塞 ，Vivian 真的拼了，谢谢 Vivian， 太可爱了，直接 cosplay 我们里面的素珠阿姨，还有我们彩华姐、美秀姐的造型呐、啊。我希望杨老板看到我安尼就欢喜。是啦，一定的啦，笑到你看这造型哇特别哈、哦，你有杀气也蛮厉害的哈、哦。啊，我台语就认得。安尼哈，你为什么无被垂地烟倒被老麻？你知影不？因为你照片演变身呐。哦，你看一讲就破功啊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拢台湾电影啦吼，都赶快。好啦，拢赶快啦，台湾的电影爱加油，对啦。我希望会使演一个用台语讲话的好啦角色，好啦，好。但是咱拍这个电影，爱搞人错呢，你敢有法度搞人错？啥事啊？掌声鼓励一下！对对对，有时候演戏就是要突破自己嘛。郭采洁都敢讲了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对啊，朱彦平导演从小看我长大。是啊，一度啊，这股三小姐对你讲哎，啊不行啊不行不行，哎呦真的。哪有这种老板三朵花没有找我演？真的，好了，别气了啦哈，我们到后台再好好处理一下。好，首映见哈。哦，谢谢你哦，我们在首映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是，好可爱，谢谢咪咪，谢谢哦，还带了另外两朵花。啊，你无介绍恁恁边啊这两个姊妹。对不起，我忘记介绍，一定因为让我介绍一下，因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，这一位还怀孕。哎呦，这是响尾蛇。这么瘦还怀孕呢、啊？响尾蛇。少蛇年，你的年到了，恭喜啊！啊，他是我的发型师。So God。那他的老公 Kino 是郭采洁的发型师。啊，真的、啊、都被你蹂躏成这样了。钱都给他们赚了。是是是，哇，要吹这个半瓶山真的不容易哎，哈，这吹得好高。短发啊，是我的化妆师。化妆师啊。化陈妍希跟我哦，是是是，我叫孔雀姐哦，孔雀姐好，就这样。孔雀姐，你蹂躏了你的发型师跟化妆师，他们明天就不会来上班了。哇，压力就更小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。